我终于把今天的视频发出去了，回复了一下评论。你看，现在11:13了，时间过得好快呀，最近网络有点慢。我这个电热毯没有床单，就这样吧，反正也不会一晚上开，我只是热了就可以了。更近一点，车上面在响什么？感觉有什么东西掉在我车顶上啊？是吹风吧？哎，管了，反正这停车场也有很多车停在这里了。升温，这样。一直在噔噔噔的响啊！感觉到外面应该是吹很大的风，我停到这个树边的，用了3%，已经烫了，把它关了。对，睡觉了，明天见。天啦，睡不好了，听到蹦蹦的声音。现在都凌晨1点过了，我要挪车位了。刚才听到蹦蹦蹦的声音，车顶上也有，车外面也有，我估计是风太大了。旁边声音我估计也是风把什么东西吹到地上，然后飘了，就吹的地上呱呱呱的响了两下，把我给惊醒了，所以我就挪车位了。外面很黑呀，哇，远处就一辆房车吗？其他的车了？你看这停车场，明明晚上前很多车的，这样子的3辆车，这边没有了。我刚刚就这边树这边，哦，难怪。我刚刚就是这个位置。总是感觉上面有东西掉下来。这位置好，后面是房车，前面有一辆小车。挪好车，1:23了。我现在要把我这电小二拿到前面去，因为这里有一个可以车充的地方。我要把我那个行车记录仪插在上面，这样一晚上就可以监控到我车外的情况了。这样子的话，就算外面有什么响动也会记录下来。因为刚刚有一个东西是很大的，不知道是广告牌掉在地上被吹走了还是什么，这样就能看到外面的情况了。现在显示电量是87%，这个记录仪不耗电了。早上又来了一辆车子，现在7:20了。你看，有记录仪就是好。就前面两辆白色的，加上我，还有这辆，这房车，你看风好大呀！难怪昨天晚上就是在那个，就是在那个位置，两棵树下面。想起来应该把电小二搬过来了。这个用了一晚上才用4%的电，感觉今天又是大太阳啊！你看远处红红的一片，哇，就是这个呱呱呱呱呱，风太大了。
我起床了，把床就这样折了一下。你看现在来了好多车，感觉今天没有太阳啊。现在吹好大的风，有点冷。这风可真大，我现在要挪车，挪到昨天晚上那个地方去，因为那样子的话把后门打开就方便做早餐。我还没洗脸刷牙，昨天晚上我换了位置就没有听到那么响声了。哦，看到了，你看这个牌子，像昨天晚上应该就是这个牌子，还有那个警示筒，应该是那个倒了，你看好几个都倒了，难怪把我给惊醒了。天哪，风真的是太猛了。我要开始弄我的早餐，这个煎两个鸡蛋，我要烧热水洗脸刷牙，然后再做早餐。早餐就比较简单，烧点开水，泡点这个红豆薏米粉，然后再煎两个鸡蛋。啊，倒多了，倒多了，烦死了，这要炸蛋呢。那就炒吧，本来我是煎一个的，但是油倒多了，就两个一起来吧。啊，这么大的风，能不能小一点风啊？把门关上！我的个娘啊！哎，你看我这煎锅，一旦温度起来了，你看现在输出只有6瓦，这样就省电。已经96度了，水沸了。面包车只是在那种刮风下雨的地方就不方便，如果外面天气好一点，没那么大的风，我就在外面做早餐，炒菜都是可以的。之前我也拍过视频，如果经常这样的天，只是换一辆车，换一辆就是车身宽一点的，就床可以横着，就会好一点。我是暂时不会换，要换的话可能会等到明年夏天，因为这个车在夏天的话空间有点小，而且我要重新改一辆，就是可以在车里面很方便洗澡的。这个车我之前改装过可以洗澡的，就是要把这两个柜子搬下去就有位置洗澡，那样就很麻烦。这边空了，这边空了。这个板子这样放着，我这个电池只能用这种大功率的这个插口啊，像其他的就可以用这个 USB 啊，两个 Type-C 接口啊，这样就比较方便。给大家一镜到底看我车里面现在就是这个样子的，这样。但是我出发的时候我都是要把它弄过去，这个床翻起来就是这样子的，这样。我待会儿要把这个马桶给倒一下再走，就那边有个洗手间。
昨天晚上我都没有去这个洗手间上厕所，我都是用我的移动马桶。这个位置近一点。终于全部弄好了，现在我准备去县城买一点火锅菜，因为接下来我要去那个地火村。听说那个地火村有一处地方啊，它是一直几十年都不间断的在地上冒火，所以我也看到其他博主在那里煮火锅吃，我也想去感受一下。回程下次再见。在这里找到停车位了，我想了一下，那个是网红打卡点啊，应该会有很多游客。我想着煮火锅的话会有好多人看呀、啊，我干脆去买点红薯，红薯也可以烤着吃。买了这个红薯跟白菜，我还买个锅，这个还好，52，拿个锅，因为我那个是电锅，这锅还不错，52块。这买了4个红薯，1.6块，然后这个白菜。地火村，哇、哦！你看这个久一点，这个没有高速要2小时40分钟。嗯，高速的话这个要快一点。这里就上高速了，丰都西。上高速过去就快了，1个多小时。这个电池充满电了，它拔了。这个水桶可以装20升，我都是好几天才倒一次。不管自改房车大小，都是有灰水箱会好很多。我剪了视频就接着出发，那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下一个视频我们地火村再见。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哟，拜拜。